第1051集，天位气运。他却想不到，这九鼎仙尊和白皙两人联合燃烧200000年寿命，三千大道结合成仙术，居然能够一下临时提升一个境界，使得两个人的合体到达长生八重混动秘境的恐怖层次。混动秘境，长生八重比起界王境来，力量大得多，吞吐量也不是一个级别的，法力更是天翻地覆。这个境界是要打好坚实的基础，迎接仙界雷伐的到来，可见需要多么庞大的积蓄。当然，白皙和九鼎仙尊的境界是临时变化而成的，一旦寿元燃烧的力量消耗殆尽，就会重新跌落到界王境，而且元气大伤。不过在寿元没有消耗殆尽的时候，两人的合体战斗力却依然恐怖的无法形容。大手抓下，蜕变的八部浮屠都摇摇欲坠，似乎要破空飞去。哼，我的宿命之力还没有燃烧完毕，300000年的寿命依旧存在。在此时此刻，我就是命运的化身，命运之子，天地朽而我不朽，日月灭而我不灭。方寒的小宿命术刚刚提升了一个层次，他的脑海中突然闪烁出永生之门上面的对联的两句话。这一幅对联在这一刻他居然体会得如此深刻。他挥手一拳打出，人屹立在天地宇宙中央，看星空枯荣，风轻云淡，万物腐朽，日月生灭，而心岿然不动。在他一拳打出之中，瞬息之间，他的心和不知道在何处的方清雪联系到了一起，彼此之间再无任何芥蒂，冥冥之中似乎有烙印传递而来，融入了方寒的小宿命术中，化为了一座浩瀚的门户。永生之门的虚影居然出现在方寒的拳头之上，只是这影子模糊不清，远远没有方清雪那般清晰，那般浩瀚，那般真实不虚。不过就算如此，威力也足可以击溃一切了。九鼎仙尊白皙化身的混动大手被一拳击退了，两人的合体足足被震飞了上百万里，在星空中滑翔，拉出一条银河般的气浪。八部浮屠此时还不蜕变，更待何时？万绝品道气，显现出你的威力来！方寒收回拳头，再次一拳反击在自己头顶上悬挂的宝塔上。头顶上的宝塔八部浮屠被这一拳击中，终于开始了最后一步的催化。千万声龙吟龙语从浮屠中迸发出来，穆道人、龙道人等诸多天魔本来被洪荒祖龙的高贵自然伟大的气息所充塞，沉浸在其中，体内血肉转化饱和到了极点，现在被方寒这一拳好像醍醐灌顶，当头棒喝，全身饱和的元气最终发生了变化，诸多法则灌顶而入。我终于突破了境界。青面尊者、武剑郎君两大高手的洞天再次打开，里面一枚时间法则的碎片凝聚成晶体，居然踏入了昼光境。而伽蓝、星云宝宝、红衣郡主、穆道人、龙道人、魔女，甚至巴利明等修炼到了不死之身的高手纷纷突破，体内都凝聚出了空间法则的种子。而伽蓝会的八个女子、小头目、夜雨、虚月儿等人都一下晋升到了不死之身，甚至黑幽王也晋升到了不死之身。在18亿天魔中的诸多魔王也足足有49头晋升到了长生秘境，化为魔神。无极星宫收取来的诸多弟子也同时突破，其中有51位也晋升到了长生秘境。在八部浮屠中出现了一个遁寻天理的数字，100尊长生秘境的高手，那18亿天魔更开始分裂，多出了一倍，到达了36亿天魔。在八部浮屠诸多空间中飞来飞去，其中无数天魔变化为魔王。这么多天魔本来无法一一计算的，但现在方寒的意念中灵光闪烁，庞大的意念和八部浮屠融合为一体，整座宝塔多重空间诸多变化简直如掌上观文，一一显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清晰无比。
两尊长生四重咒光镜的人物，16尊长生三重洞天镜领悟空间法则的高手，8尊不死之身的强者，100位万寿镜的巨头，其余神通秘境修炼到十重逆天改命的，足足有1500位魔王神通9重的，有3000位神通8重度过烽火大劫的，更有10000多位，至于金丹高手，足足有50000多尊。而神通秘境拥有法则的更是有50多万。如此一个骇人的数字，惊天动地。此时此刻，方寒收集的神通秘境天魔已经远远超过了太一门这种大门派，只是高层数量不足而已。原来积蓄在八部浮屠中强大的愿望之力，现在也在蜕变过程中完全融化。八部浮屠一震之间，真正变化为了半绝品道器，虽然不是真正的绝品，但却拥有了不完整的世界之力。这八部浮屠的威力也真正超越了炎帝火龙鼎、黑帝潮汐幡两大宝贝，开始发挥出作用。八部浮屠里的诸多人物都整体提升了一个境界，得到了无穷的好处。但是方寒作为主人，得到的好处更多。他的身体经过了粉碎重组，显现出了祖龙一般强大的蛰伏气息。他的寿命现在谁也看不透，他的力量也似乎是在突破。更为厉害的是，他的身上的宿命之力越来越强大。30万年燃烧掉的宿命还没有消退，反而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天位法则凝聚我身，沟通天机，演算过去，掌握气运，突破境界。方寒突然之间向天轰出一拳，九鼎仙尊白皙，看我如何突破境界，然后追杀你们。第1052集，仙界秘法。居然这么快就踏入了天位境，好，很好。不过实力我必须还要狠狠提升，再次提升。天位法则，天心意志，加持我身。方寒的声音震撼宇宙，他居然再次进阶了，进入了长生秘境的第6重天位境。连方寒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得到了多少好处，反正他感觉到自己因为施展小宿命术，服用战天博仙丹而消耗的寿命，在这一刻不但彻底补充了回来，而且还有了突破，突破了大眼之术的界限，甚至法力也再度突破，突破了罩的限制。他体内积蓄的不朽物质也早就饱满，各种造物法则也都真正圆满了。炼制八部浮屠2000年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停歇，而是不停的运动修炼。在炼制宝贝的过程中，参悟玄妙天机，从九鼎仙尊白皙这两大高手的身体上也得到了不少好处。造物法则早就已经大圆满了，只是缺乏一种顿悟而已。现在八部浮屠变化为半绝品道器，突然爆发出来的洪荒祖龙元灵气息，使他终于晋升参悟天位，终于有了突破长生秘境第6重天位境的征兆。天位境运算天机，智慧开明，洞悉万物，于天平齐，无论是法力还是神通，都比造物境有大部层次的提升。一旦晋升，就有了推算过去和现在的能力。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只要有一丝征兆，都可以演算出来。到达了这个境界，甚至可以自创神通，而且能够打开智慧之门，神念和反应力都在飙升着，对敌之时神出鬼没，出神入化。方寒隔空一拳轰击向天空，意念凝聚，天上居然被轰开一个大窟窿，无数法则一般的碎片掉落下来，进入了他的身体。那些法则碎片就是天位法则，天心意识。一旦容纳了天心意识，就会踏入天位，而自身的洞天旋转之间就有了推算、布阵、自动运转，如自然四季更替之功能。不好，他居然也提升了境界。以前和我们相差2个境界，我们完全可以压制住他。但是现在他提升，和我们的差距缩小了。我们再度压制他就已经很困难了，看来我们只能拼命一击，把他彻底毁灭。白皙脸上终于显现出了一种疯狂的意念，你要施展仙界秘法，降低自己的境界，用来杀死方寒。九鼎仙尊似乎是感到了白皙疯狂的意念，不由得大惊失色。
现在他们两人合二为一，彼此都能感到对方心里在想些什么。不错，九鼎仙尊，你害怕了？我施展的这门仙界秘法叫做降神位阶大仙术，舍弃法则，向仙界神秘的存在换取力量。一旦施展，你我都要跌落一个境界，世界法则全部丢失。不过不要紧，击杀方寒，得到他的宝贝，我们能够再度修炼回来。我们一起施展。白皙的意念刹那之间闪烁了上千次。一个修道之人，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呀？不是法力，也不是纯阳元气，甚至不是寿命，而是自身领悟的各种法则，这是最为宝贵的东西。而现在，白皙居然要施展一种名为降神位阶大仙术的神通，舍弃自己最为强大的世界法则，向仙界一种冥冥中的神秘存在换取不知名的力量。这种神通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是九鼎仙尊深深知道其中的恐怖。此时此刻，方寒的小宿命术发挥到了极致，人更是一步踏入天位境，整个智慧大放光明，各种神通三千大道加速运转，而白皙和九鼎仙尊的神念波动都传递进入了他的脑海之中，甚至让黄泉图中的岩也接收到了方寒的意念。不好，方寒，那白皙居然懂得降神位阶大仙术，快快动手击杀，否则他们一旦施展出来，你就算踏入天位秘境也抵挡不住。当年黄泉大帝闯入仙界，就是遇到了一群仙人施展出这门道术，舍弃了自己的仙道法则，把黄泉大帝击伤。否则的话，就算那33天至宝厉害，对于传承了轮回道人元神烙印的他，也不会被一击杀死。岩急忙咆哮，身体颤抖。方寒却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般，而是催动小宿命术，冲入那尊至尊龙珠中。八部浮屠上面居然隐隐约约的融化，成为了和他有些相似的形体。这分明是要把八部浮屠炼化成类似于自己的分身一类的存在。不，不是分身，而是第二化身。毫无疑问，现在这八部浮屠的力量比方寒本身的力量都要强大一些。还是差了一点，不过够了。这八部浮屠我已经彻底炼化了99%了，现在和我身体暂时合一，道气加持，佛光镇压。方寒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八部浮屠飞了起来，缓缓落入自己的天灵盖中，最后庞大的浮屠之力和自己的身体融合起来。随后方寒整个人的身体居然开始龙化，化成了一条洪荒祖龙的模样，而身上的宿命火焰还在燃烧。这条洪荒祖龙的背上，水火双翼不停地扇动，而黄泉图更是化为了一尊铠甲，披在洪荒祖龙的身体上。冥冥之中，方寒似乎和遥远的星河亿万兆星球中沉睡的真正洪荒祖龙有了一种感应，遥远的时空中大力灌注而下，他不由自主地抬起了爪子，一爪朝着九鼎仙尊白皙撕裂过去。1053集，斩杀。五道裂痕出现在空中，每道裂痕都长达108000里，带起了一阵阵空间风暴。每一道裂痕其中蕴含的法力都超过了1兆烈马奔腾的法力。刚刚要施展出降神位阶大仙术的白皙九鼎仙尊被这一爪撕裂，周身的守护之光居然再度碎裂，两人被打得生生分离，变化成了两个界王境的高手。方寒在没有踏入天位境之前，没有练成八部浮屠之前，就能够和界王境的高手分庭抗礼，现在他的实力更是暴涨了10倍都不止，八部浮屠成为绝品道器，身体更是人宝合一，化身为洪荒祖龙，恐怖的无法形容，随意摆动尾巴就可以把巨大的恒星打碎。一爪撕裂更是能够在一尊大世界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印记。人宝合一如此厉害，九鼎仙尊所有的计算都付诸东流了，现在一腔热血全部化为胆怯。这次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算计方寒不成，反而把老本全赔光了，而且自身的性命都恐怕保护不住了。
趁着自己十万年燃烧的寿命力量还在，他知道此时此刻再不逃跑就迟了，很有可能会被方寒真正的杀死，尸骨无存，连灵魂烙印都保存不下来。于是他暴怒了一声，佯作攻击，突然一个转身，世界之力闪烁，身体撕裂虚空，瞬息之间不知道挪移了多少亿万里，消失在了星空中，居然逃跑了。人宝合一的方寒实在是太恐怖了。没有用的，我人宝合一变化为洪荒祖龙，你居然还能逃跑，那实在太小看洪荒祖龙和我的宿命之力。我燃烧30万年寿命的力量还在，战天博仙丹的力量也还没有消退，你们都必死无疑。九鼎仙尊一口气脱离了现场，不知道多少亿万里，穿越了多少空间，来到了一片莫名的星空中，正要松口气，哪知道头顶上巨大的龙爪破空射来，周身万里的时空挪移瞬间又回到了原点，看见被蒸发掉只剩下无数灰尘悬浮在太空中的盘龙星遗址。与此同时，他也看见了人宝合一变化为洪荒祖龙的方寒。此时的方寒嘴里喷吐出了一枚至尊龙珠，一尊轮回之盘，完全把白皙围困在中间，而另外一只龙爪抓住他的世界，无论他怎么变化都无法挪移出去。哼，幸亏你们给这八部浮屠灌输了足够的世界之力，我才能够动用其中的力量克制你们的世界。你们这是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方寒再次一抓而下，龙爪居然刺入九鼎仙尊的内部世界，那龙爪上面大剧毒术、宿命之力，还有炎帝火龙鼎的炎帝之怒、黑帝潮汐幡的天地漩涡直接打入其中。九鼎仙尊发出惨烈的咆哮，他感觉到自己的世界开始寸寸瓦解，真正的解体，那世界之力不要本钱似的涌入了龙爪之中，他的世界开始枯萎，最后开始萎缩成了一枚种子，蕴含世界法则的界王种子也吸入龙爪之中，而他的身体也开始变化为了一尊干尸，生机不断的流逝。好，界王种子世界之力正要被我炼化。方寒这一抓可谓是集中了全部力量，不知道消耗了多少纯阳丹药，击毙九鼎仙尊就要炼化他世界法则碎片界王种子。但是身体中的至尊龙珠突然一震，那界王种子居然被吸了进去，立刻他就感觉到八部浮屠再次扩张，丰富的世界之力开始产生。方寒，速速留我一命，留我一命啊！我是界王境强者，掌握九鼎轩，生意遍布上百个大世界，收下无数高手，无数丹药宝藏，身价有几十兆丹药，可以全部给你。我愿意把我九鼎轩的声音全部给你，我的耳目遍布天下，也都可以当你的奴才，千万不要杀我。我修炼到这个境界，不知道得了多少奇遇，多少机缘，多少运气，不能毁于一旦，不能啊。九鼎仙尊变化为干尸的身体，两眼血红血红的，喉咙里面发出干瘪的声音来，那呐喊的声音之中有无比的不甘。一个修士一步步从凡人修炼来到达神通秘境，就是一步登天，神通十重，一重比一重艰难，长生路上艰难险阻，十万神通秘境的修士有一个到达长生秘境的就不错了，而长生秘境更是一重更比一重难。修炼到了九鼎仙尊这种境界，那是真正的上苍眷顾，天地之间一兆修士中都没有一个，这等境界的修士谁想死啊？死了所有努力运气都完全毁于一旦。九鼎仙尊十分的不甘心。哼，废话，谁都不甘心死，蝼蚁尚且偷生，不过你今天犯下了弥天大罪，要杀我，我也不能手软。不过你死了之后，我会变化成你的模样和气息，去接受你的财产的。方寒的声音十分冷酷，一掌拍击下去，就把干尸一般的九鼎仙尊给打成了粉末，
然后全部吞入八部浮屠之中。第1054集，搏杀。方寒人宝合一，变化为洪荒祖龙，战仙博天丹和小宿命术的威能也没有消失，现在的力量可谓是超越了界王境的强者，到达混动境的恐怖地步，甚至无限接近于虚仙。这种强大的战力足可以搏杀九鼎仙尊了。是以九鼎仙尊被一抓就抓破了世界，大剧毒术打入其中，瞬间被其掠夺了世界之力、世界法则、所有神通修为。本来方寒立刻就要炼化九鼎仙尊的所有世界法则的，但却没想到居然全部被至尊龙珠给汲取进去，自己一丁点都没有留下来。他何等的修为啊，立刻就知道八部浮屠现在是半绝品道器，要晋升为真正的绝品需要真正的世界法则。半绝品道器只是拥有世界之力，不是世界法则。真正的世界法则可以衍生出世界之力来，而八部浮屠要汲取无穷的世界法则才能够晋升为真正的绝品。要知道八部浮屠是由八尊法宝本体塔身构造而成的，就说明别人炼制一件绝品道器，他最少要九件材料，还有庞大的法则。当然这只是基本的假设，实际上九件法宝组合全部蜕变为绝品，需要的材料法则比单独炼制九件要困难得多。就好像是方寒同样修炼了三千大道，但是还是要花费很大的功夫得到奥妙才能够组合成仙术。好也好，法则需要自己领悟，老是掠夺也不行，让八部浮屠先掠夺，转化成为绝品道器也不错。方寒感觉到这一刻八部浮屠吞了九鼎仙尊的所有法则，空间、时间、造物、天位、世界五大法则，甚至是所有血肉精气之后，最后就遗留下了一些神通输入自己的体内。九鼎仙尊居然也修炼出了两种三千大道，叫做大设计术，还有一门大追踪术，还有足足近乎于90种的上古神通。不过似乎并没有仙术在其中，看来仙术只有白皙会了。八部浮屠吞了九鼎仙尊的所有法则精元之后，至尊龙珠更是光华大作，万丈荣光冲天而起，其中一道道的荣光化为神龙，从方寒的身体毛孔中泄露出来。方寒本来变化的洪荒祖龙身体更是增大了十倍，他再次一抓，撕裂向神兽白皙。白皙是一头不知名的远古神兽，神兽中的佼佼者，传闻是上古天地仙界兽源中的头领，统领万种神兽的强大存在。不过现在这白皙也是危险至极，九鼎仙尊一被杀死，他立刻命悬一线，危如卵蛋。方寒，你怎么气运如此浓厚？我现在都杀不死你，这样算计都算计不死你。白皙遭遇到方寒一爪，身体中再度冒出了两大神通，大世界术、大护身术，两两结合，在一种玄妙的仙道法门的联合之下，组成了守护之光，大仙术抵挡住了方寒的一爪。但是吞了九鼎仙尊的方寒何等威猛，再次一抓，连番抓射，他的守护之光立刻破碎，显现出了巨大的神兽本体。这个时候他似乎是激发了体内的血脉，在头顶上出现了一个王字，他的身体也吹气球一般的膨胀起来，以圣洁的鳞片从身体上密密麻麻生长出来，构成了坚固的防御。方寒，你杀不了我，我的身体比九鼎仙尊坚固万倍，我的祖先是仙界至尊，至高造化仙王兽源中的王兽，身上沾染了造化之气，我的血脉之中还有遗留。你知道什么叫造化吗？那是自然中最伟岸的神力，最高的力量，连仙界的诸仙都要膜拜的无上至尊力量。白皙巨大的爪子居然迎上了方寒化身洪荒祖龙的龙爪，硬拼一击，白皙巨大的身体被抽飞出去，全身都鲜血淋漓，在星空中翻翻滚滚，不知被抽飞了多少万里。那身体撞击在一颗小型星球上，星球都爆炸开来了。
方寒巨大的祖龙身体再度飞临，时间空间根本造成不了隔阂，一爪抓下，白皙的身体鳞片被抓出了一条条的血痕来，甚至显现出了白森森的骨头。白皙的骨头晶莹如玉，居然有些类似于天晶石的味道，而且比天晶石更加的坚固，有一点点那种炼成了造化晶石的感觉。人皇比融合了造化神器残片晶体的造化晶体味道。那正好，你的身体如此神奇，被八部浮屠炼化了，我的这件宝贝肯定还会再次提升力量的。对了，我的绝品道器苍生大印正好缺乏一个器灵，你和九鼎仙尊欺骗我，说是能够找到苍生大印的器灵，我现在没找到，那就拿你来当做器灵好了。你既然血脉中有仙界神兽首领的血统，那作为器灵最合适不过了。方寒长长嘶鸣一声，洪荒祖龙的身体再次暴涨，长达十万八千里的庞大身躯在空中缠绕着，盘踞成了阵势，高高昂起脑袋，突然一口气息喷吐出来。第1055集，苍生器灵。他的嘴中气流洞穿了天地宇宙，这口气中甚至蕴含了火焰长河、剧毒长河、弱水长河，还有无与伦比的龙息。在龙息之中，一枚巨大的龙珠轰击而出，笼罩住了神兽白息。白息身体顿时被方寒喷射出的气流射中，浑身都开始颤抖。大剧毒术炎帝火龙鼎、黑帝潮汐幡的力量再次镇压在他的头顶上，把他的身体开始撞击得破碎连连。最后那龙珠的力量更是厉害，直接打进了他的头颅中，旋转不休。降神位阶大仙术，在这危急关头，终于神兽白皙忍耐不住，要彻底燃烧自己的法则，向神秘的存在换取力量。不过方寒慧眼如炬，哪里容纳的他这么做呀？迟了，你早一点施展手段还有一线生机，但是现在就算再施展仙术也无济于事了。我怎么能让你施展仙术呢？呆，轮回之盘，自在王佛，大普渡术，大傀儡术，傀儡秘法，行尸走肉，超度。方寒更不迟疑，龙爪抬起，五指之间射出了世间自在王佛的符箓，大普渡术也一起发出。与此同时，大傀儡术那尊猿偶也发出了刺耳的尖叫，打入了神兽白皙的身体世界之中。神兽白皙身体暴动，一圈圈空间涟漪传递出去，那一圈圈的空间涟漪产生爆炸，似乎是在痛苦的挣扎。但是方寒现在的力量根本不容抗拒，小宿命术的威能还在积蓄存在，大傀儡术、大普渡术、世间自在王佛的感化之力量全部进入白皙的身体，把他的灵石都搅得乱七八糟，凝聚不起来。36亿天魔，佛光普照。方寒又是张口一吐，嘴里飞出了无数文字金光，灌输进白皙的意念中。这些文字金光是八部浮屠中36亿天魔共同发出来的，36亿天魔诸多高手的意念凝聚成一股进行攻击，是何等的浩瀚。但是神兽白皙的意念仍旧在坚守。洪荒祖龙、至尊龙珠、元老傀儡彻底合一。方寒再次灌输元气，猛烈进入白皙的灵石，随后他爪子一动，在黄泉途中蛰伏的苍生大印飞出来，上面灌输了足够的纯阳元力，凝结成一尊极道大帝的元灵。这极道大帝脚踏八荒，身震九州，眼含乾坤，一把抓住就捏住了神兽白皙的脑袋，把他庞大的身体直接拉入苍生大印之中。好，炼制成器灵。这种强大的神兽变成苍生大印的器灵，简直是威猛无比，从此以后这件法宝可以抗衡天皇境。方寒一口元气喷射在苍生大印上，本命精血不要本钱似的沾染在大印上，把大印沾染的血迹斑斑，如苍生之血。方寒竟然要把白皙这头神兽生生炼化进苍生大印中当作器灵，就好像是风白羽把荒山王炼制成天皇境的器灵一样。一般的绝品道器，器灵都在昼光境到天位境之间，
只有那种远古的绝品道器，气灵才会无比的强横，在界王境之上，比如混乱元胎、分宝岩等等。极道大帝炼制的苍生大印更为厉害，以前曾经是仙器，后来遭遇到劫数，成为了绝品道器。不过现在，方寒如果能够把白皙炼制进其中，那苍生大印就会重新发挥出巨大功效来。尤其是白皙的祖先，乃是仙界寿元中的统领神兽。这种血脉之中，沾染了仙道造化气息的神兽，作为器灵是再合适不过的。而且白皙的实力，方寒也看到过，身兼各种大道、仙术、血脉异常，融入苍生大印中，没有人能够比拟。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方寒为苍生大印重新凝聚气灵，那就等于是苍生大印的半个主人了。就算是以后苍生大印转世的气灵回来，也无法从他手中夺取走这件法宝了。白皙，你也不要挣扎了，苍生大印是你最好的归宿，你也不想想，这件宝贝让你寄居其中，你能够得到多大滋养，说不定以后能够继承仙道也说不定。方寒说话之间，依旧是洪荒祖龙的身体把苍生大印盘在中间紧紧卷住，这苍生大印在猛烈膨胀，胀成了星球大小，上面的符文在不停地闪烁着，显现出了极道大帝威震苍生的篇章。甚至方寒隐隐约约觉得，这枚大印和无极大世界的本源气息有一共通。现在方寒处于星空中，盘龙星的位置离无极大世界不知有多远，不过这苍生大印符文闪烁之间，居然隐隐约约贯通了到无极大世界的一个通道。显然这苍生大印就好像帝皇书一般，和无极大世界的本源紧密不可分割，如果运用到极致，无极大世界的本源都可以拿来对敌。原来如此，那狐族这么想要苍生大印，因为手握苍生大印炼制成功之后，在无极大世界中几乎无敌啊。方寒暗暗点头。第1056集，钥匙。沉重的咆哮从那苍生大印深处传达出来，原来是神兽白皙，他还是不肯屈服。方寒也不在意，继续炼化大傀儡术的符文，不要钱似的打出来。洪荒祖龙的身体上面发出36亿天魔念动真言的气息，那真言一震一荡渗透入苍生大印中，然后至尊龙珠也在缓缓旋转。方寒为了加速祭炼的速度，把黄泉图也记了起来，化为一团滚滚黄云笼罩方圆百万里，其中加速时间狂喷真火，再度炼制了四五百年，才最终把白皙镇压住，化为了苍生大印的气灵。苍生一念，极道大帝，无极太极，归于一身。黄泉图散去了，那苍生大印在虚空中化为了一枚石印，也不知是什么材质的，在空中旋转。方寒一口纯阳元气喷射在上面，立刻虚空中就显现出了一尊无极大世界的虚影。随后在无极大世界的内部深处，极道大帝端坐在其中，睥睨诸天万界，手握八方乾坤。白皙也是被大傀儡术、大普渡术双重力量彻底度化和炼制成傀儡，和苍生大印融合，被炼制成的器灵。现在彻底听从方寒的命令，方寒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感受到苍生大印的巨大力量，方寒暗暗点头，知道自己的实力提升了不少。不过这仍旧不够，去太一门救回烟水天也是难以全功。他现在的实力，就算施展小宿命术、服用丹药、人宝合一、苍生大印诸多道器顶尖了，也只能和一尊虚仙抗衡，都十分困难。别说太皇天这位真仙了，更何况在那太一门中还有仙界使者、天仙一流的人物，这种人物别说抗衡了，碰到他了想死都困难，生不如死。还得细心谋划啊，八部浮屠之中又多出了无数巨头天魔王，我得多为他们准备一些宝贝，九鼎仙尊
和神兽白皙的商会必须得收拾掉了。他们的财产也是一笔巨大财富。哎，对了，我已经能够打开荒山之石的第四层了，看看里面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方寒慢慢的一运功，苍生大印进入自己的眉心当中，八部浮屠的本体和自己的身体分离，力量一阵虚弱，那小宿命树的宿命之力也渐渐退去，斩仙博天丹的威力也消退了。天位秘境如此神奇吗？我的寿命不但没有衰弱，反而膨胀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长到了88.64万年。从49万年的寿命到达64万年，不错不错。方寒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力量，不知道怎么的，突破了兆，增加一倍，长到2兆，而寿命增加的更多。至于八部浮屠，力量更足，浩瀚如玉，天文一波一波的传达出去，方寒甚至觉得自己随意一动就可以进入龙界做龙族至尊。八部浮屠的威力现在甚至已经超过了黄泉图，成为方寒得到的宝贝中的第一了。这次实力大进，彻彻底底的大进了。方寒检查自己的身体，暗暗积蓄力量，准备去太一门搏杀，做最大的打算。他的神念进入荒神之池中，第一层依旧是纯阳河流、纯阳精山、液态仙气的海洋，第二层是各种仙丹，第三层是傀儡祭台。现在方寒晋升到天位境，懂得了天位法则，可以打开神秘的第四层了。天位法则，避开混沌，进入四层，显现秘密。方寒身体一进入荒神之池的第三层，在傀儡祭台上用手指一点，施展出自己的天位法则来，点入混沌金币系中。那混沌金币系再次裂开，他大踏步地走了进去。一进去，就感觉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殿堂当中。这巨大殿堂当中，到处都是座位，数十万座位上面坐满了拥挤的人群，好像正在召开一个什么会议。这巨大的殿堂比羽化门的金仙殿都要宏伟100倍。啊，这是方寒一走进来就看见了。这巨大殿堂当中坐着那些人群居然不是真正的修士，而是法宝的器灵。这么多年了，居然有人得到了荒神之石盘舞仙尊的传承，现在闯入第四层万宝库中要来收取我们。为了自由，我们先轰杀了他。什么？杀了此人我们就自由了？我们诸多宝贝天天开会交流道术，凝练身体，就是为了这一天的。杀！无数声音，无数法宝汇聚成的洪流朝方寒滚滚而来，杀气滔天，千军万马撕裂宇宙苍穹，要把方寒真正的灭杀在荒神之池第四层中。原来荒神之池第四层是储存法宝的地方，好多的道器啊，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多的道器？此时此刻方寒才明白，第四层是储存法宝的仓库。那些法宝器灵都凶悍无比，居然还要击杀主人，这对荒神之池的主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也有可能是盘舞仙尊刻意安排的考验。第1057集，第四层。这里密密麻麻的法宝全部都是道器，有下品道器、中品道器，甚至还有一些隐藏在深处散发出强大力量的上品道器。远古上品，接近于半绝品，拥有世界之力的上品道器。方寒甚至用神念察觉到，有一些上品道器甚至超越了大混沌雷剑、天威号角这些远古的宝贝，不知道是尘封了多少年的老古董。这些宝贝密密麻麻击杀主人，有的法宝连接在一起组成大阵，足可以绞杀造物境，甚至伤害到天位境的人。哼，你们这些法宝乖乖受我驱使，如果造反的话，我会让你们死无全尸的。方寒面对法宝洪流的冲击岿然不动，身体上出现了一层龟甲一般的护盾，蛋壳型保护罩，正是大护身术。哼，一群愚蠢的老古董，以为我是一般的天位境，我现在的力量
连界王境都能够击杀，方寒心中很不屑。数百口下品道器组成的飞剑大阵首先飞来，围绕方寒旋转切割而下，组成一个剑气大阵，轰击在大护身术上，却纹丝不动，被反弹了回去。方寒手指梦幻一般弹动，衍生出了数百缕劲风，击打在这些下品道器上。这些下品道器剑阵一下掉落地面，灵气全部都被封印住，其中那些下品道器中的器灵发出痛苦的呻吟。方寒管也不管，身体从他们的本体上踩踏过去，脸上显现出了冷酷的笑。刚刚袭击他的是一座剑阵，叫做弥月三宝剑阵，属于上古一个剑修宗派的阵教之宝，可惜被方寒一招之间全部封印，然后在器灵身体中打入了大剧毒术的毒气，让他们痛苦却又不至于融化，感受死亡的威胁之后才会降服。王莽天锤，锤杀敌人，得到自由。虚空中出现了13尊大锤，每一尊大锤狠狠砸下，居然是上古太保门的太保破月锤，力量足可以砸破山岳。好，远古太保门13太保破月神锤，这也算是远古道器了，力量倒是能够雄浑，只可惜还是下品道器，如果能够晋升到中品道器，威力将大得多。不过对于我来说仍旧是弱小无比，连接成大阵也是蚂蚁一般的东西。方寒看着巨锤砸下来，身体动也不动，手指再次幻化出了千百只影，点在13尊大锤上，大锤掉落，灵气消失，依旧被封印。但是许许多多的下品道器组成大阵仍旧悍不畏死，一个又一个的扑杀上来。方寒本来可以施展出强大的扭曲手段，一下就把许多下品道器化为灰烬，但却舍不得，每一件绝品道器都是巨大的财富。于是他施展出大护身术，漫步其中，随意指点，那些道器纷纷掉落，被接连封印。纷纷有刀枪剑棍戟球诸手镯针等等道器掉落地面，全部都被封印了，没有任何道器能够抵挡住方寒的一指。掉落的道器各式各样，琳琅满目，如果这个时候风白羽在这里，恐怕会连眼珠子都羡慕地掉出来。玄黄大世界任何一个门派看见了都得极度的发疯，如此多的道器，如此多的宝贝，任何一个门派得到恐怕综合实力都能够一跃成为第一。道器一眼望去，除了道器还是道器，瞬息之间方寒足足封印了数百件下品道器，终于引起了道器海洋中的一些强大存在的出手。一股来自太古的咆哮从其中出来，刮起一阵野性的腥风，在那腥风中一尊毛茸茸的大手抓射起来，大手之后是一头太古魔猿，獠牙爆出，眼神中发出森森绿光，高达300多丈，全身的毛飞扬之间嚣张跋扈，称雄称霸。好，上品道器终于出手了，这头太古魔猿的本体是一根棒子。方寒一眼就看穿了，这头太古魔猿的本体是一根巨大的棍棒柱子，暗金色，布满花纹，在虚空中穿梭，若隐若现。那巨大的棒子宛如天柱，显然是太古一件重要宝贝，力量甚至还在大混沌雷剑之上。这太古魔猿器灵出手之间，居然会上古多种妖道神通。上古道器魔猿混神棍、虚仙妖王、袁真红的随身法宝已经存在了20万年了。数万年前袁真红被盘武仙尊击败，这元魔混神棍也被夺取了，成为了盘武仙尊的囊中法宝。方寒面对着魔猿的进攻，随意一掌就击碎了进攻，把这头魔猿打得爆炸，重新化为器灵，空中就出现了一尊暗金色带着花纹的擎天柱。而方寒稍微运转自己身体中的天位法则，立刻这元魔混神棍的一些零碎片段就涌入自己的脑海里，这就是天位法则的推算能力。甚至方寒意念中出现了一头身穿古老青铜锁子甲、脚踏黄金战靴、头戴紫金冠的猴王，手持元魔混神棍一棍劈杀下来，天崩地裂，日月无光。
这就是上古虚仙袁真红的形体，也被方寒推算了出来。天位法则的推算能力可谓是天地无双，智慧的源头。第1058集，群宝。招来，方寒随手一招，上苍之手飞了出来，天位法则的境界提升，三千大道也随之水涨船高。上苍之手的力量不可抗拒，一把抓去，那巨大的元魔混神棍就被抓在手中，急速缩小，变成了一根绣花针似的宝贝，渗透进方寒的身体，打入八部浮屠之中。你们施展大普渡术，把这宝贝度化了。这件宝贝凶悍无匹，威力极强，度化之后，气灵每天都能够产生庞大的怨力。是。八部浮屠里，诸多高手立刻念动经文，大普渡禅光照射不停。方寒不管元魔混神棍的下场，知道一定会被度化，昂首向前，一股气势滚滚而出，凡是靠近他的下品道器，甚至是中品道器，都纷纷掉落地面。他的目标是先降服这第四层的一些古老的上品道器，然后再逐一把那些宝贝降服，全部输送进八部浮屠中度化。那八部浮屠的威力更为增强了不少，镇压诸天，甚至就凭借这件法宝的威力，就可以镇压界王境甚至是混动境的高手，虚仙境下无敌。现在八部浮屠的威力，就单单是这个法宝就可以镇压界王境。吞了九鼎仙尊的世界法则之后，更加深不可测，比方寒本体的实力都要强大很多。在方寒收取了元魔混神棍之后，整个大殿一下崩塌，化为了一个世界，到处都是山山水水，诸多法宝也一下散开，各自飞入许多隐秘的山水中隐藏起来，似乎是得到了什么人的命令，要和方寒打起游击战来。真是一个世界吗？方寒看到这一幕，微微皱了一下眉，袖子一挥，就把地面掉落的一些法宝收了起来，送入八部浮屠中。好多的宝贝啊！星云宝宝晋升到了洞天境，正在沐浴元神，领悟法则，巩固修为。就看到雨点一般的道器法宝从天而降，立刻喜滋滋地叫起来。鹤仙子、小狐狸霓裳更是欢喜得厉害，他们现在也都领悟了空间法则，被方寒刻意栽培，服用了诸多仙丹，纷纷炼化之后突飞猛进。方寒更是传授了他们诸多三千大道。尽管他们现在一身已经全部都是法宝，但仍旧不嫌弃法宝多，反正有了足够的纯阳之气催动，而且他们对于仙界元气的吞吐量已经能够催动四五件中品道器了，下品道器更是一口气能够催动数十件。八部浮屠中，诸多高手在瓜分宝贝，而方寒在外面站立在天空，看着脚下巨大的世界，山山水水延伸出去，法宝一件都看不见了。他稍微一皱眉之后就舒展开，天位法则在脑海当中旋转着。诸位法宝，我知道你们中有高手，不过我是盘武仙尊制定的继承人，你们这样夺我，要恢复自由那是不可能的，我也不稀罕你。你们真的要抗拒我，那下场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毁灭，而且你们也不能逃脱我的法眼。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不是一般的天位境的高手，我刚才甚至炼化了两尊界王境的强横人物，你们还不出来朝拜我这位主人吧？那我可就先下手为强了。方寒面对远处一条宽阔浩瀚、波涛汹涌的河流，突然一掌劈去，上苍之手再次显现。那条巨大的河流之中突然涌现出一条黑龙，张口吐出千万水雷，和那太古魔猿一样凶悍。黑龙大风起，六万年前一尊界王境的高手大风尊者炼制出的上品道器。很好，方寒随意一击，把这条黑龙就击溃了，然后一抓之间，一杆大旗就从河水中飞起来，落入手掌之上，依旧被送入八部浮屠中。上品道器在方寒手上抵挡不过一个回合。怎么，你们还不出来？难道要我一个个的抓捕吗？浪费我这么多时间。方寒面目凌厉起来，苍生大印，给我出来！他张口一吐，
一枚古老的石头大印玉玺飞射出来，上面铭刻着苍生的意志，飞到空中瞬间就显现出了君临天下的霸道意境。苍生大印，给我把这一方世界直接砸破了。方寒用手一指，大印旋转，上面无极大世界的虚影、极道大地的影子，还有神兽白皙浮现出来。这个世界遥远地方的金币系立刻开始破裂。慢着！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山山水水之间突然飞出了数十件强大的法宝，变化出人的影子。其中一个人影身穿大红袍，是一个女子，眉宇间显出勃勃英气，飒爽无比。方寒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个女子的原型是一口赤红色的宝剑，狭长三尺，剑柄为红玉锻造的。苍生大印，这是苍生大印。如果我猜测的不错的话，这就曾经是无极大世界镇压世界的仙器，极道大帝亲手绘制，虽然陨落失去仙道法则，但是现在重新凝聚了气灵，仍旧有鬼神莫测之玄机。你既然能够拥有这件宝贝，并且为它凝聚了气灵，为什么还需要我们这些宝贝？女子傲然说道，眉宇间有一股绝不屈服的味道。这口剑居然是半绝品，我都推测不出它的来历了。方寒稍微运用天位法则，居然推算不出这口宝剑的来历，不由得暗暗点头。你是什么来历？报上名来。第1059集，红玉圣剑。红衣女子娓娓道来，指着身边的一些器灵。小女子叫做晋红玉，天地派人，本体为天池圣母锻造的一口红玉圣剑。因为在10万年前，盘武仙尊和天池圣母赌斗，被盘武仙尊施展出大法力，强行摄取出来，关押在宝库之中，潜心修炼。这些同道也来头极大，这位是祖玛神教教主麾下十大教宗元真君的宝贝，当年被盘武仙尊的一位徒弟夺取到，也藏进了宝库之中。这位是婆娑大世界一位厉害人物的法宝。红衣女子随意道来，竟把那些法宝的来头都一一说出来，每一件都有惊天动地的历史。我们现在在荒神之石中安然无恙，但是一出荒神之石，法宝的主人都会感应，到时候给你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麻烦？我现在最不怕的就是麻烦。至于我要你们有什么用，那自然是有用处的。你们进入我的八部浮屠中，为我八部浮屠增添力量，而且我的八部浮屠里的洪荒祖龙气息可以无限为你们滋养元神，晋升到不可思议的境界。说话之间，除了极道大帝的苍生大印之外，一尊宝塔从方寒头顶上冉冉升腾起来。那宝塔周围密密麻麻缠绕天龙的形体，苍劲古朴。在宝塔最顶上，一枚至尊龙珠绽放光芒，洞穿大千世界，甚至照射到了外面。这里本来是荒神之池的空间，但是至尊龙珠的光芒仍旧可以照射到外面去，让人看到外面的是什么世界。红衣女子晋红玉气灵捂住自己的嘴唇，发出一声惊叹。龙族无上至宝，洪荒祖龙传下来的天龙秘籍中记载的最高宝贝，你居然炼制了出来，而且是半绝品。天，什么？这尊宝贝是他自己炼制的，和他本命之气相连，这得要多少材料，多少机缘才能够炼制成功啊。哎呀，此人如果去龙界那就发达了，凭借着八部浮屠洪荒祖龙的威压，就算是修炼成了虚仙的龙皇也要受到极大克制。是啊，如果他收集到了足够的世界法则、混动法则，再多收集材料，悄悄到达龙族的坟墓之中，把这宝贝炼制成真正的绝品，那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威压呀。嗯，那不可能。八部浮屠这种宝贝违反天道，一旦晋升为绝品道器，很有可能会遭到仙界雷罚，甚至会有种种灾难降临下来。除非是龙族之中极其厉害的龙帝才能够炼制。传闻之中，有一些龙帝炼制这件宝贝
都因为仙剑的惩罚而被击死。龙帝，那可是相当于仙人级别的存在呀。此人实在是太过凶猛，如果我们不服从的话，很可能被他强行抹去记忆呀。好歹进入八部浮屠中，还能够得到诸多好处。诸多强大的法宝纷纷议论着，用神念交流着。其中一尊似熊似铁塔的大汉走上前来，气势为之一致。你既然是盘武仙尊指定的继承人，我们也就不反抗你了。希望你能够善待我们，我们可以为你东征西讨，为你称霸诸天，立下汗马功劳。哼，这尊脸盆式的法宝说话还不错。方寒看穿了这个大汉的本体，是一尊金光闪闪的脸盆式的法宝，也不知是什么来路。好，既然如此，金红玉，你清点一下，在这第四层的世界中到底有多少件法宝。方寒镇住了场面，昂起头来询问。半绝品道器一共九件，上品道器132件，中品道器3100套，下品道器12000套。这些宝贝你是想一起收入八部浮屠中吗？当然，把所有的法宝都召集起来，一起进入八部浮屠中，然后你们听从其中的木道人的指挥，按照天龙秘籍中记载的大阵吸纳纯阳元气，日日夜夜操练不停，最终和八部浮屠的本源合二为一。这样寄出去杀敌，再强大的敌人也恐怕摧毁不了你们的本体。好吧。晋红玉等九大最强横的半绝品法宝突然飞上天空，旋转起来，刮起了一阵法宝旋风，然后许许多多的法宝都飞出来，成千上万的下品道器、中品道器依次陆续进入了八部浮屠里。方寒发现，那些中品道器、下品道器全部都是一件件成套的宝贝，比如一座天罡剑阵是由49口下品道器的飞剑组成的，还有修罗屠刀阵是72口修罗屠刀组成的，而上品道器则只有几件成套的，至于半绝品却没有一件成套的，全部都是单独强大的存在。这些宝贝一下飞入了八部浮屠中，宝塔中再次金光大放，亿万超度的声音传递出来，经文翻翻滚滚，一个一个的经文字体在虚空中经久不息。第1060集，布局。木道人把这些宝贝逐一的分配了下去，运转着各种大阵，而那九尊半绝品道器则是立刻就度化，免得夜长梦多他们反水。这也是方寒的手段。现在方寒的大普渡术、大傀儡术交替运用，连界王境的高手神兽白皙都被度化，何况是这些宝贝。这些宝贝气灵都十分强大，那些半绝品道器的气灵已经相当于不死之身的高手，甚至接近空间法则，一下度化，同时念动大普渡的经文，产生的愿力无穷无尽，使得八部浮屠再度增添了几分威严，有点佛龙合一的程度。看到这样的场景，方寒身体一动，33天至宝，33件强大的宝贝从他洞天中飞了出来，进入八部浮屠中央旋转不休。啊，传说之中的33天至宝。刚刚进入八部浮屠中的诸多法宝虽然都被度化，但感觉也就是头脑微微一晕，随后和方寒的心灵紧密联系起来，全身沐浴在洪荒祖龙的气息里，还有纯阳仙气之中，力量缓慢的增长，十分惬意，都感觉不到自己被度化了。他们的智慧灵智都在，甚至在佛光的洗涤之下更为澄澈，一看见33天至宝的出现，立刻屏住了呼吸。此时的33天至宝不过是33件中品道器组成的宝贝，在场的许多宝贝都比它的品质要高得多，但是在这33天至宝的气息面前，洪荒祖龙的气息都似乎不愿意靠近，而那些法宝只有仰望的份儿。这就是本能的威压。33天至宝传说中仙界至高宝贝，气息沟通上天，根本不是一般的宝贝能够抗衡的。方寒的梦想
就是把33天至宝和8部浮屠融合，炼制成一件古往今来谁也不及的宝贝。这宝贝可以作为自己的分身，以后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和自身肉身合一，成就神圣。他现在参悟大风神术，隐隐约约觉得这门道术是人宝合一成就神圣的一个途径，甚至有达到人皇比天地一体境界的奥妙，把自己本人炼制成类似于造化神器一样的东西。大封印术、封神这两个词的含义非常玄妙，但现在看来，八部浮屠的气息和33天至宝的气息根本不相融合，甚至隐隐约约有一些敌意在其中。如果方寒的境界到达虚仙、真仙那种恐怖层次，倒还可以寻找到一些办法，领悟出大炼宝术的一些玄妙后，强行合一。算，暂时就这样。我还是先返回修真大世界，接受神兽白皙，还有九鼎仙尊的所有财产，顺便在修真大世界继续积累八部浮屠，晋升为绝品道器的材料，还有33天至宝也要晋升为上品道器，需要的材料更多。不过最多也只有一两个月了，一两个月就是玄黄大世界仙道大会召开的日子，那一天再怎么也要去救烟水天了，大不了那玲珑仙尊那里我可以舍弃一些东西。方寒心中思索着，手指上那圈青丝依旧缠绕着他，身体一动飞出荒神之池，苍生大印进入身体的眉心中，散发出淡淡的王者霸气，滋润他的身体，甚至无极大世界的一种本源气息也破空而来进入他的身体。八部浮屠则是缩小成为一尊3寸宝塔，进入他头顶的泥丸宫中，黄泉图画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他的背后出现了一个水火双翼，是两大绝品道器所化，只是一个展翅就消失在了浩瀚星空中，任何人的挪移之法都无法赶上他的速度。这一对翅膀扇动之间，力量实在是突破了速度的极限，空间风暴中都是微微一闪烁，根本琢磨不到他的影子。他是再度飞向修真大世界了。不出半个时辰，穿越过无数星辰、无数空间，远处修真大世界的形体显现在眼前，周围无数星球上的传送阵依旧闪烁不停，人来人往，无数修士在赶往这个商业圣地，修士交易的巨大世界。九鼎轩的商会在修真大世界中前100名都排不进去，而白皇商会就排名在90多位。白皇商会的宝贝肯定有很多好东西，要一一收刮了。看着远处的修真大世界，方寒心灵再次一动，召唤出了白皙来。白皙依旧是化为那个高大的洁白男子，只是神色有一些萎靡，现在对方寒毕恭毕敬。主人，你有何吩咐？我问你，白皇商会中有一些什么宝库，价值多少？方寒随意弹动手指头。我白皇商会在很多地方都有产业，不过总部在修真大世界中，宝库中存有10多兆纯阳丹的现金，宝贝和各种材料价值也有10多兆，整个商会总资产大约是100兆左右，如果主人需要我都变卖了。100兆那也是庞大的巨款。这样，你暂时回到白皇商会去继续做生意，替我收集33天至宝所需要的材料，而且我这里有一张大变化符，你可以变化为九鼎仙尊的模样，把九鼎仙尊和白皇商会合一。注意啊，动静不要太大，暗中进行。修真大世界中的势力已经注意到我了，我要单独行动。